访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快乐有时落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
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校长为我们致辞。对，大家好，我叫施玉瑞，瑞，小朋友大概不太知道我，我是费蒙中学校的校长。So, yeah, 今天是费蒙中学校2023年的毕业典礼，你看到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毕业典礼。So, today is a graduation ceremony. So we celebrate your milestone. 首先我要恭喜小朋友今天毕业，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像刚刚小朋友讲的，朱桓峰在吗？学中文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的确是学中文要花时间，不怕麻烦，要请教老师，请教同学，或者是自己去 Google 查资料。学习是要付出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学习是有 return 有结果的。也许在未来你的学习、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是社区服务，都可以用中文这个语言帮助你，或帮助更多的人。那我这边要恭喜你们，也恭喜家长们。你们家长陪伴他们，每个礼拜六早上，别的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在学习，家长也是一早就起来送孩子上学。要谢谢家长一起跟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成长。那另外要感谢我们住所在的 Fremont 这个市，今天市长莉莉妹来这边，对，我个人在 Fremont 从1997年住到现在，我非常喜欢 Fremont 这边，我都不想搬离。要感谢我们这些市长、市议员，邵阳市也是我们市议员。他为我们 Fremont 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他们花了时间在默默做，我们享受这个成果，要感谢他们。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其他的贵宾，那文教不是文教，是北加联会长，是王婉君会长。接下来的十几位都是我们的前校长 ，Fremont Chinese School 的前校长，从1990年到现在。我们所用的整个学校的制度系统都是他们建立的，他们过去花时间，到现在也花时间，甚至花钱来帮助我们。我一一介绍：陈炳明前校长，他是1990年到1992年的校长，我想很多小朋友还没有生吧，1990年，谁帮我算一下 ？How long？ 33 years. So 你们大概 younger， much younger than the 33。那下一位，你们会位置换了吗？哦，好的，好，下一位是何台光校长，他是 Year 2000到2002。这个也是几年了？23年。直到现在，他还是默默帮助我们中文学校。也要恭喜他，他最近当了 grandpa 嘛。所以我们未来有个新的学生，他的grandson会来我们念，是不是？感谢感谢。然后下一位是陈俊英校长。在2002到2003，这个也是蛮久一段时间。下一位是吴文杰前校长，他是2005到2006，这一年帮助我们中文学校。下一位是丁小梅校长。丁小校长也是现任的我们的 school board member， 就是他继续
帮助学校来监督学校运作，他过去有丰富的经验，他是在2006到2008，2006年到08年担任校长。下一位是童景，童景贤校长。非常非常感谢他，我好久，我在第一次看到他。童景贤校长，他是2009到2011，在我们中学校担任校长。下一位是林永基校长。2011到2013这两年帮助我们中学校。下一位是周小文校长，他是2014到2015，担任中文学校校长。接下来的校长大家比较熟悉了，郑怡如校长，2018到2020，他就是刚好到疫情开始，他担任校长，他也就是帮中学校做了很多疫情的事情。再下一位，现在的前校长杨继豪在后面，在哪里？在后面，在音控那边，音控那边。他是2020到2022，他相当是 Invisible Man，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但是他在疫情的时候要规划很多，就是如何减少疫情啊这些 protocol， 所以他去常常读我们 COVID-19 的最新资讯。谢谢贵宾们参加。要感谢的人，对不起，对，我们还有一个贵宾是文教中心的副主任陈怡珍副主任，他很快帮我们致辞。对，所以感谢人很多，感谢老师、家长，还有贵宾们，还有感谢，也要感谢所有我们其他帮忙的家长，还有感谢 Ermington High School 这个学校租用这个场地，还有我们 Mr. Miller 在后面帮我们控制今天的音乐播放。好，我们现在请来宾们帮我们去祝福吧。我们就请市长来帮我们祝福一下。大家好，Good morning， 我是 Fremont 的市长高旭佳，但是我以前也是你们的家长，因为我的女儿以前也是 Fremont 中文学校的学生。他刚刚有人家问我说我看字好不好，以前我有背到800个字，但是不长期用就忘记了，但是我的女儿的中文还是比我写的看的比我好，但是讲的很多事是有这个机会，但是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校长们、老师们、跟家长们，尤其是学生翻译说我觉得很重要，学中文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因为你以后在职业上或者你的家庭有这个办法可以比较保持联络也是很重要的。 So I'm going to go to English because it's a little bit easier for me. I'll leave that to Yang Xiao. So I wanted to say that I know how hard it is to go through all these classes. I'm an ABC, so I was born in Chicago and grew up in Philadelphia. And growing up, unlike you here who you have a good Chinese school programs, my Chinese school when I was a kid were basically my friend's parents.And we had so few Chinese, I was literally the only Chinese girl in my elementary school. You could have said the Chinese girl and they'd say Lily, and the Chinese boy was my brother. So there wasn't many Chinese students. And so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language access and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is really important. In Fremont, we're so lucky. We have a Mandarin immersion program, we have this program, the Chinese school, and we have many different cultural opportunities. And in fact, today,in our downtown event center. I apologize if I'm going to leave a little earlier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our first Asian Heritage Month Festival. So that some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and different associations are pulling together. But this is what brings us together i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our cultures, languages, and heritages. And it makes us richer as a community. And so I just wanted to thank you all. I hope that when you go to college, and actually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lped me, is when I went to college, I studied Chinese and actually,Even better, if you live or visit over there, I used to work in Asia as a worldwide sales controller and I visited there,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be immersed in the culture will force you to learn Chinese. Because when I first got there, I memorized bus numbers and then I was like, wait, I'm on the wrong bus route. So then I learned to recognize signs and other things. It's that living and that being part of it. Though now you probably listen to karaoke or other K-pop or other dance things that probably can help with the language access.
So I just wish you all the best. 祝学生恭喜 and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高树江市长。那我们下一位来祝福的来宾是邵宜阳市议员。大家好，我非常喜欢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不仅是因为跟市长每次一起来，那市长就会给我一个卖弄我中文的机会。那更重要的是，每次当这个音乐一响起啊，这个、毕业生开始列队走上来的时候，就也让我想起我自己毕业的毕业典礼，以及我在过去这几年参加我的儿子女儿的毕业典礼的情景。毕业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可以说是一个对前面这段学习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一个跳板。好像一艘船马上要扬帆起航，要开始进入进一步的人生旅程。所以在这里我要恭喜我们所有的毕业生，虽然我知道有一些毕业生可能在后台准备节目，没有坐在前面，但是我仍然是，如果你们听到的话，那我衷心祝贺所有的毕业生，同时也衷心祝贺在座的家长、老师、校长们，你们的耕耘。我自己也是一个教师，因为我现在在 Dienza College 在教这个中英文的双语翻译，在我们的当中呢，也有这个学校的老师和过去的毕业生呢，曾经在我的课堂上啊，我也非常的荣幸，我也鼓励你们毕业以后，假如说你们说，哎，我的中文还要再继续发展，不妨考虑一下我在 Dienza 的这些的课程。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我知道 ChatGPT 一出来，你们做作业可能就轻省得多，可能就会去直接问问 ChatGPT 要怎么做。所以有人说，那有了 ChatGPT， 我们还要语言能力做什么？我们还要学习中文做什么？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语言它后面必定带的是文化。所以你们不是只是学语言，你们学的是文化，而文化就带来什么？就带来了一种的亲近感。那么当你了解了一个文化以后，那么你就可以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呢，与相近相同文化的人士呢，有个很自然的一个亲近感。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和你的父母，或者是和你们将来的配偶孩子，都可以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所以你们不仅学到了语言，在今天我们中文学校毕业，证明了你们成功了。同时我要再次祝贺你们在文化的学习上你们也成功了。比如说我敢打赌，你们每一个人扯铃扯的肯定比我要来好，甚至呢你们小吃也许还做的比我好。所以文化的层面也是非常的重要，我恭喜你们在文化的这个浸润熏陶当中呢，你们也出师了。希望你们将来不仅仅是用你们的语言的技巧，也用你们的文化的知识来当做文化间的大使，可以把我们的文化能够传到更广更远。再次恭喜大家，谢谢。谢谢我们邵阳市议员。接下来我们要请陈怡珍副主任来帮我们致辞。他是文教中心的副主任，我们中文学校非常重要，蒙受许多文教中心的许多的鼓励，还有像场地的借用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活动的帮忙。对，今天他帮我们祝福一下。市长还有市议员，那我们校长，还有我们中校联合会的婉君会长，还有各位前校长们，还有我们师生家长们，大家好。那我今天是代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那因为我们主任还有另外的行程，所以代表他来参加。那今天很荣幸见到各位我们年轻的毕业生们，还有我们的师生家长们。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就是 Fremont 的中文学校啊，不仅只有教授中文，那我们跟我们台湾有一些国际数位学办的交流，那就是可以增加大家也是跟台湾的连结啊，多认识台湾。
那相信 不管是中文啊，还有一些 这些交流，对将来各位学毕业生的未来一定都很有加分的效果。那也是我们祝福我们福音方中文学校，就是办学非常有成，然后也祝福我们毕业生们就是美梦成真，然后前途不可限量。好，谢谢大家。谢谢陈副主任。刚刚他提到那个学伴计划是在 COVID-19 的时候，我们有 online 跟在台湾的学校是扯铃的学术交流，就是跟他们一起在线上学习。谢谢那个文小姐帮我们撮合，跟别的地区的孩子一起成长。那接下来下一位是我请婉君会长，文教不是那个北加联中校联合会的黄婉君会长。大家好，施校长，莉莉梅尔，还有我们邵阳市议员陈副主任，还有所有的嘉宾，所有的家长、老师、同学，大家好。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也非常荣幸来参加你Fremont中文学校的毕业典礼。我知道这个。今天亲自来目睹我们十位毕业生，将要跨出这个培育你们十几年的中文学校，然后进入你们心想要的大学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一天。然后呢，在这跟我们古时候的成人礼，18岁成人礼是有一样重要的意义。那Fremont中文学校是我们湾区算是最大的中文学校，也是我刚刚看你们的年刊，我觉得你们非常有心，还有刚刚看的这个毕业影片，也觉得看到学校里头非常非常用心，难怪这个学校经营这么棒。然后也是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会的好 partner， 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活动都有看到你们优秀的学生来参加。然后我今天看到的名单上面很多的名字都是我们的常胜军，都拿走我们很多 trophy 还有奖金。我从小的时候参加毕业典礼，我就记得我们的师长常常会勉励我们毕业生几句话。那我今天也难以免俗，我想要给我们的十位毕业生三句话。第一句话 ，Be happy。第二句话 ，be responsible。第三句话 ，don't forget your Chinese。谢谢你们，参加各位学生。谢谢王婉君会长。接下来我们要请前校长来致辞，是陈炳明校长来帮我们祝福一下。高兴能够今天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首先我想谢谢各位老师干事多年的付出跟努力，还有学生们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我相信今年是我们中文班成立的第30周年。让我分享一下中文班成立的过程。1991年的时候，干事会提议让我们高年级班的学习能够得到公立学校学分的转换，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我们邀请了许多的家长、老师，还有干事，成立了一个学分转换的小组。在那个时候，资讯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就开始了research 跟 inquiry。 最辛苦的一关就是制定4年的 curriculum， 接着就是老师的培训和无数的学区沟通的会议。经过1年多的努力，在1992年我们得到 school board 的 support 跟学区的认可，批准了我们的学分转换的课程。然后1993年、1992年的秋季，我们成立了学分班。
所以到今年应该是1993年学年度到今天应该是30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骄傲，因为 Fremont 中文学校是第三个在加州得到学分转换成人的学校，第一名是在伊格兰加，第二名是我们的友校 Palo Alto， 第三名是中文学校Fremont。时间一晃30年了，很欣慰的看到学校还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同学提供学分转换。谢谢大家，恭喜大家。谢谢陈敏玲校长，他帮我们介绍一下过去的历史。学校是1972年开始教授中文，但是学分班他讲是1992年时候经过努力，因为那时候大概学区还不太认识什么中文教学，所以他们花很多心力去 propose 中文的课程，所以后来被承认。谢谢当时努力的校长们。我们再请一位校长来。好，我们丁小梅请校长要来祝福大家。校长，各位贵宾，各位前校长，各位老师、家长，还有可爱的毕业班学生们，你们好，我是丁小梅啊。就像所有校长都在这边，我们有50年的历史啊。真的，陈敏玲校长就像他说，当初我有看到他们申请书，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的精英啊。那种申请书，当年我们这中文学校，我们都保留了他们这些 documents， 真的是厚厚的一叠哦。要 deal with 好多好多的组织团体啊，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样子的毕业典礼，真的得来不易。尤其是疫情之后啊，我们更享受人与人之间能够这样子交流啊，不是在网上，虽然很方便，可是缺少了一些温度啊。那我针对各位毕业班的学生啊，你们真的很棒，很优秀，尤其是家长哦，花了那么多的心血。然后就像刚刚婉君会长讲的，你们真的不要忘记中文，因为中文会带给你们非常多非常多意想不到的快乐跟收获啊。那在你们十几年的这个努力，你们累积了非常多的硬实力跟软实力。我只是要提醒大家，最后不要忘记你在培养你软实力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让自己变成一个温暖的人，因为温度会吸引你有人缘、有运气，还有很多的机会。不管你自己有多少的才华、才艺，多少的理想，请你用你的温暖。温暖，有的人太害羞了，其实有些人不是真的很冷情，而是他们太害羞了，他们不知道吧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温暖的人。第一个，请你记住微笑，请你记住去关心你周遭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社区。为什么我们前校长都会愿意回来？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温暖的团体，我们在里面我们收获很多。所以我相信当你是一个温暖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付出的会比你收获的多。所以希望带着你们的理想，带着你们的技能，温暖的去过日子，温暖的去给这个社区、给这个社会、给人类做最温暖的贡献。谢谢你们，祝福你们。谢谢丁小梅校长。因为我们几位贵宾先离开，所以我们必须照一个 group picture， 让我们有很好的记忆。请校长们、市长、还有少阳、还有老师们上来，我们先照一个 group picture。待会我们还会再和学生照一下，请学生先在座位上，因为市长他们还有11点的另外的活动要参加。请来宾们到台上，我们先照一张 group picture。市长，你可能要两排，所以比较。那个，我问一下 ，Tim， 我们一排可以吗？可以，可以，一排可以吗？
请稍等一下，我们排一下。我先排一下，这边还可以。我们让那个我们的摄影先站好，先。不要第三排，我们可以后面。第三排在前面再一排。这边也有位置。可以吗？好，可以了。有些后面的会挡到，所以我要出来一点。那往侧边吧，侧边。我们举个大字母啊！一完，来，一二三，中选在不在？在。再一张哦。一二三。我的毕业生棒不棒？棒！好，谢谢大家。我要谢谢市长还有少阳，你们如果还要赶场的话，你们可以先出去服务别的团体。接下来，我们邀请201班的丁浩廷老师上台致辞。大家好，我是201班的丁老师，那很高兴今天站在这里。我在Fremont中文学校已经教了10年哈，我从来不会想说老师致辞会轮到我，可是我想我已经也够久了哈，所以当校长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想好，那我就上来吧。我在想。如果我今天是毕业生的话，我会怎么想？我从Level 2的学生进来，我一定会问他们说：“你是谁让你来上这个中文学校？”大概95%都会说：“我妈妈，我爸爸，我不想。”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看到学生的角度。每一次在毕业典礼，学生一定会说：“我终于不用星期六早上起来上课，我终于不用星期五晚上赶作业，我终于可以像其他的人一样，星期六睡到自然醒，然后，去做我想要做的事。”那有时候你也会听到学生说：“我没有办法再看到我的同学了。”好，可能他们从小一起长大，12年在这边。那我又在想，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是一个家长，那我会怎么想？我可能也会像我的孩子想说，我终于不用再开车送你上学了，我终于也可以不需要再帮你写中文功课了啊。可是我想，父母对孩子肯定有那份骄傲，觉得说他终于完成了他在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好，就是他完成了这个学业。不管你是上到 AP Chinese， 或者是 Level 3， 或者是 Level 4， 都是一个课业的完成。那我在想，如果今天我是老师，我会怎么想？其实如果我今天是老师，我站在这里，我每一次看到学生从进来很懵懂，然后到他离开，开始有一点自信，我会很替他高兴，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你要舍弃这么多，你要去打球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然后来这里上课，然后你要做老师交代你的作业。可是我相信，我愿意陪伴这些孩子们继续成长，因为如果你问孩子说，如果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吗？你还会选择星期六在这里上课吗？如果你今天是家长，你问他，那你还要送你的小孩子来吗？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跟他吵架，然后跟他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可是孩子就是听不懂。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孩子完成了这一项学业，我知道将来对他一定是有用。我也希望说他将来能够回来给，就像所有的前校长们一样，回来告诉我们说，我真的受益很多。我自己的小孩他念到六年级，他们就没有再继续念中文。好，那因为我们也是经过很强烈的抗争，然后最后妈妈决定放弃，因为他们选择要去学学西班牙文。可是现在孩子出来工作了，他告诉我说，妈妈，我希望我那个时候可以继续学中文。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中文要需要用中文交流，那有的时候他那些名词就是听不懂。那我说没关系，其实不是只有在当学生才能学中文，好，你将来出去你还是继续可以学习。那今天在这里当然非常恭喜所有的毕业生，那丁老师祝福你们能够珍惜过去，然后可以享受现在，然后也要努力未来。好，这是我对你们的祝福。好，谢谢。谢谢丁老师对大家的鼓励。学中文记住的是 lifetime， 继续要学。现在我们来欣赏501班为我们带来的表演，曲目是入阵曲。大家好，我是 AP 学分班的李逸璇。那今天是我们班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班毕业前，我想要代表我们的班上来跟大家讲几句话。那我想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班是六个非常平凡的高中生，但是在这一年内，我们班的六个人，我们努力的绽放出了青春无悔的态度。那现在我们要毕业了，我们因为有了中文学校给我们的滋养，那让我们在面对未来时能更有信心，然后不会那么害怕。那虽然现在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当然一定还是有些迷茫，常常会晚上可能就会想，那我长大要做什么，或是可能大家都会在晚上想，如果我被这个大学拒绝怎么办，面对考试前的各种焦虑。还有我想每一个高中生一定都最了解到，我们大家一定都有拖延症，然后都会对那个失望。但是我觉得我们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读书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面对这么多，可是我们在每一次要面对这个，我们还是会努力，然后去就跨过这个难关，然后解决我们的种种难题。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态度就很像我们班接下来要表演的这首歌，也就是五月天的入阵曲。歌词中他有提到，泪未干心未凉，是什么依然在滚烫，入阵曲伴我无悔的狂妄。我觉得这就很像我们班，我们班不管经历多少挫折，不管流了多少眼泪，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的心还在燃烧着，坚持追求未来的信念，我们就像这首入阵曲，每一次都无所畏惧，青春的狂妄让我们能勇敢的追梦。还有一句话就很像，写一页莽撞，我们的篇章曾经如此辉煌。这就很像 Apple 老师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去写我们从小到大学习中文的每一个篇章，然后把它做成像那是一本书。那我想当大家回去看这些点点滴滴，每一页篇章，我们每一个像功课、比赛、考试之类等等的，我想我们看回去，当时可能不会觉得是怎样，但是现在看回去，我们过去的每一个刹那都是非常闪亮的。好，谢谢李逸璇的很精彩的演讲。那现在我要就是他演讲让我想到了一个我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军阀是有很多地很多城堡，那他因为想要退休了，他就给他三个儿子分他的地还有城堡。那分这地前，他为了想要让他的儿子合作，他就给每一个儿子一个一支箭，那他叫每一个儿子把这支箭折断。那当然这单独的一支箭是很容易折断的。那再来他把三支箭绑起来，然后再给每一个儿子说把这捆箭把它折断，那当然就比较难折断这一捆。
所以这对我们的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起学中文，我们501班的一批学生一起学中文就是比较容易然后也并且很好玩。那现在请大家欣赏我们501班在中文学校最后一天要为大家带来辉煌闪耀的青春篇章入阵曲。张立恩是一个401班的学生，我很高兴跟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年的学习经验。今年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环保、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知识。这些课和我的老师林老师
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这些主题的背景和重要性。我学习了许多环境保护的知识，也了解了每个中国朝代发生的时间。我现在可以试试看，是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如果你们去年问我朝代的问题，我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上过了这个方面的课，我一驾轻就熟，所以这个班帮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还学到了很多新的成语。每个学生每周都必须上班级展示一个新的成语。有一次我没有得到了暑期课程，所以我就跟我的父母说，这是塞翁失马，不要生气。我觉得学习成语非常好玩，也觉得这是我们课程很特别的一部分。一年过得真快，离开这个班级我会很难过。我很感谢林老师跟和我的同学们跟我一起过了一个很好的一年。最后我要祝贺所有的毕业生，你们今年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学习，我希望你们的未来充满成功和幸福。我很感谢大家听，我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安全和好玩的暑假，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也是四零一班的在校生杨建石同学上台致辞。大家好，我是四零一班的杨建石，我在费里蒙中文学校的经理，和这里的许多同学们和毕业生一样，都是在学生不情愿的情况下报名的。星期六不再是其他任何一个周末，它就像任何一个有学校有功课需要做的工作日一样，然后每个星期五变得与众不同。我的父母会坐在餐桌旁气急败坏地帮我做功课，而久而止我有点怕吃中文课。然而年复一年，我发现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和体验中文学校独特的文化，让时间过得更快。虽然做功课还是很费时间，但我愿意花这段时间来完成作业、学习词汇、写作、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我每周都会跟父母分享我在那天学到的新东西，谈论这年新年今年中国新年晚会想要准备的食物，并找到我在中国想游览的新地方。在费里蒙中文学校的这段时间里，我很高兴地见到老师，学习故事和文化，并知道我以后人生的方向。我要感谢这里的每一个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老师，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中文学校的愉快环境。特别想感谢我今年的老师林老师及我的同学，我们今年的有序学习环境。我要代表在校生祝福毕业的同学，愿你们珍惜在费里蒙中文学校留给你们的美好园艺，影响光明的未来远。你们都努力的学习了，祝你们前程似锦，幸福美满，毕业快乐。
现在我们欢迎一对姐妹花王中晴、王中云同学为毕业生带来的朗诵，题目是《毕业的祝福》。我是七年级的王中云，我是五年级的王中晴。光阴似箭，如今各位大哥哥大姐姐马上要毕业了，在这最后一天，我们在此献上祝福。毕业不仅代表着一个毕业不仅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也代表着一个崭新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祝福所有毕业生展翅高飞，勇往直前，美梦成真，鹏程万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旗开得胜，学业有成，自强不息，平步青云，前程似锦，一帆风顺，大展宏图，有志进程，登峰造极，前途无量。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邀请五零一班李逸轩同学致辞。大家好，我是李逸轩，今天很荣幸可以代表 AP 学分班的毕业生来致辞。在中文学校的这一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虽然早知道毕业这一天总会到来，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令我感觉时光飞逝，让我感叹不已。这一年在菲利蒙中文学校，我拿到了 AP 班的学分。那拿到了之后，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想，这对我们来说代表着什么？那我想，以前是想说，可能是代表上大学的一个阶梯，可能是代表可以去跟别人炫耀我每个星期六还有早上起来要上课。但想了许久之后，我想答案应该是它代表着这个学校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用心。因为有大家对我们的用心，让我们在看似极为恐怖的大学申请表时，我们能更具有竞争力，然后更有优势。所以在这里，我得要先向这 Fremont Training School 的所有老师、家长和干事们说一声谢谢。然后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天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是跟我妈讲我不想去，然后带着比较厌世跟厌烦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个上课的事情。可是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一年过后，我渐渐的从比较厌世的态度变成我好像希望每一个礼拜六可以见到 Apple 老师，让他给我们上课。那我还想说，我们在班上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Apple 老师你对我们好好，好像我们的妈妈。那我想大家听到这句话之后，应该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学校赐给了我还有我们班一个完美又无可挑剔的老师。所以我想在这里跟老师讲，真的很感谢他。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不管问了一个多愚蠢的问题，或是老师可能我都觉得我可能都会问到烦掉，但是老师还是面对每一个问题，他还是都是很耐心的跟我们讲解。那同时我也想对老师讲，我想我们班今天能在台上闪烁着，也是您亲手为我们点的火花。如果没有您的慷慨奉献，我想今天我们不会如此的闪耀。对，谢谢老师。然后 我想 AP 考试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们班为了考试，在 Apple 老师的训练中，我们不断的提升各种语言的能力，然后学习各种的文化。可能当时在学的时候都会想学这有什么用，考完之后就忘记了。那我想我可能现在应该也全忘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可能都全忘了，但是真正到需要再用到它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记忆还是会回来，对我们来说还是会一定有帮助的。那我想现在坐在这个台下的这些人要毕业了，我想你们可能都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拿？
然后如果没有好成绩，或是功课太多，或是之类等等的你们这些焦虑。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以前要拿的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功课太多之类的。但是，这个学校的 Apple 老师真的是蛮好的，我觉得你们应该不要太担心，你们好好拿，好好学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同学，然后他们可能现在在换衣服。那我想对他们说，我们班可能真的非常的小，只有六个人，但是也许就是因为班级的小，让我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厚。我们从不认识到相识，到熟悉，再到相信，这一年之间有非常多点点滴滴的回忆。那这些回忆就包括了我们像下课时候吃着校长做的油饭，一边聊天，真的很好吃。然后或是像，在上课的时候坐着老师一起给我们的报告。我们可能就像是个人报告，我们班都是变成一个组在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班的感情真的非常的好。那也许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然后许多的互动，为我们这一年的青春画下了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句号。许多许多的回忆，在这样的平凡生活中，慢慢建立起我们最纯真可贵的友谊。当时，现在想想，当时认为每个周要来中文学校上这一年的课会有多漫长，结果没想到一转眼就过去了。现在离别近在眼前，未来大家都会踏上不同的道路。时间流逝，今天将是我们同居的最后一天。之后大家会有什么各自不同的发展？你们是会当上老师、老师、医生、护士，还是像教授之类，或是我们之间会出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总统？这之间我觉得有很多我们都不知道。这之间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我想我可以在这里很确认的跟大家讲，我觉得我们班的感情太好了，所以我们之间友谊感觉是淡不掉的，所以我觉得这群同学真的很棒。然后在这一年里呢，我也想说，我不只学了很多书本上的知识，我们还很常跟老师聊一些像人生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学习人生上的这些知识，可能已经可以跟我们在书上学的知识，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谢谢老师陪我们聊天。然后我想，现在我要从非盟中文学校毕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到真正离别这一天呢，还真的是很令人感叹。所以呢，要在这里谢谢这一年所有人在下课时间、还有上课时间、还有老师陪我一起的照顾。然后我会带着大家的祝福，勇敢的去面对未来恐怖的大学。现在我们请毕业生501班洪维婷致辞。大家好，我是501班的洪维婷。刚才逸轩说得很好，所以我有一点压力。但是呢，站在这台上，让我想到几个月前，我是新春联欢会的主持人，能够站在这里说我毕业感里很，我真的有一点失望，就是能够今天毕业就，我非常开心，不用在礼拜五的时候赶功课，但是呢，我应该会想念功课吧，对不起，但是呢，我在中文学校学了12年了，从 PK 到 AP 班，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妈，就是接送我17年了。因为他也要接送我姐姐，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然后因为我在中文学校很多年了，我毕业的时候就会很想念我在中文学校的回忆。我不知道怎么说。很感谢老师们给我支持，特别是今年的阿布老师，然后301班的林老师，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也感谢校长今年做很多油饭给我们吃，真的很谢谢。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像我很多朋友们，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学他们的语言。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妈叫我学中文，因为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可以点我最喜欢的芒果雪花冰，我很爱。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现在我们来欣赏301班带来的表演，曲目是《放心去飞》。现在我们欢迎第一位毕业生家长林怡如，也是501班的林奕轩妈妈上台致辞。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毕业生林奕轩的家长。我的女儿是在 Fremont Chinese School 大概2年，她是今年 AP Chinese 的毕业生，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女儿在这里的收获。我觉得 Fremont Chinese School 呢，是家长最好的选择，也是孩子学习中文最好的地方。
第一，他的学费非常的便宜，真的是其他地方大概半价而已，因为他不是盈利事业机构。第二，也就是我当时选择这里的原因，这里的 credit 呢是可以 transfer 到孩子的学校，所以在孩子的 report card 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门课，那他也可以提高孩子的 GPA。所以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决定，选择这边。那第三，这边的师资非常的好，我看过每个老师的教学背景，还有他们的经验，其实都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们可以带给孩子在学习上有非常大的帮助。第三，他不管是校内外的一些比赛资源也都非常的丰富。每一年在这边都会举办一些学术的比赛，非常鼓励孩子们参加，因为如果孩子在这边参加有好的成绩，他就有机会再参加北美及全美的一些比赛。老实讲，这个竞赛是我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这个比赛，那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竞赛里面你可以花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北美或全美的一些比赛，像成语、历史文化的比赛，他们都是有题库的。那孩子在准备这些，因为你已经把范围缩小了，所以孩子相对需要努力的时间就非常的少。比如说像我的孩子，他大概准备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去参加比赛，那没有一个全美或北美的竞赛，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做准备就可以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是有非常好的资源，非常的鼓励家长跟孩子都可以继续的学习中文，然后也可以继续在 Chinese School 这边就是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去帮助你的孩子在中文上面的学习跟成长。那也非常谢谢 Chinese School 这里的不管是校长、老师还有干事们的努力，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在他们的在这个中文的环境下能够把他们的中文学习好。谢谢。我们现在欢迎第二位毕业生家长陈其信，也是501班陈思琴的爸爸上台，谢谢。大家好，我是思琪的爸爸。首先要先谢谢各位家长，各位师长，在这段时间内对孩子们的照顾跟提拔，非常谢谢感谢。我要先说的是，我也要谢谢校长的油饭，真的是非常好吃。我今天本来准备了肉肉等的那个长。我想那个这个太正式的话，很多前面很多各位都说过，我就先从一个笑话开始好了。因为学会中文它的重要性可能会救你一条命，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笑话是说在湖南啊，有一对夫妇，他们已经结婚了30周年了。哇，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能感情这么好，能维持了30多年，然后报社就派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们，你们是什么秘诀呢？那这个就采访那个先生就说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每次那个我们家的小狗看到我们家夫人看到太太的时候，都会一直叫汪汪汪汪汪汪。然后我们夫人就说第一次。然后第二天的时候，那小狗看到他太太的时候，又继续叫，汪汪汪汪汪汪汪。那太太就说，第二次。然后在隔天，那太太在后面劈柴的时候，那小狗看到那夫人在劈柴，又汪汪汪汪汪汪。那夫人就啪，说第三次。那先生一看到，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要对小狗这样子呢？那个太太就那个对先生就说：“第一次。”
那记者就追着问他们说：“你们是湖南哪里人呢？”他说：“我们是湖南长沙人。”开玩笑。这个要有学过中文的才知道这个里面的意义。好，还是回归一些正经话啊。毕业典礼不是学习中文的结束，正是你要开始运用你中文的一个开始。在往后的人生日子里啊，我要劝勉各位毕业的同学们，抓住各种机会，不要因为你的中文觉得好像没有不够好，不能胜任那个工作，不要有这种想法。Seize every opportunities you have。把握那个机会，不要去想说啊，这个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怎样，太多 obstacle 横在你前面，而不让你不敢往前跨。Don't worry about that。把握着机会，先去做了再说，先掌握这个机会，然后后面的问题就会一一迎刃而解。所以，不要觉得说你的中文不好，一旦你用上了。那以前老师教的记忆就会一个 coming back，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发现，有上中文学校还是有差别。好，谢谢各位，祝位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谢谢。现在我们邀请第三位毕业生家长郑乃轩，也是武林一班严成汉的妈妈上台致辞。各位大家好，刚刚呢，那个两个家长其实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台一鞠躬了？首先呢，其实今天最主要是要针对毕业生讲话嘛，哈。那我来，亲爱的毕业生们，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然后呢，转眼间你们就是从牙牙学语。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对不起哦，我有点脑雾，我也有写 note。大家不要介意哈，因为记性不是很好。然后呢，相信你们从前的一小步，都是你们迈向未来的一大步。恭喜你们。在你们学习中文的道路上，你们都坚持了下来。其实呢，我要讲的就是，陈汉小时候，爆他的料。其实呢，他小时候呢，其实都会，就是大概小学二年级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是不时的会告诉我说：“妈妈。”为什么要学中文？为什么要带我去学中文？那我给他答案呢，不外乎就是，因为那个是你祖先讲的话啊，你必须要会啊。然后他还是不放弃。妈妈，为什么要学中文？这样你被人家骂，你就听得懂了，知道吧？妈，我是要学中文。后来呢，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仍然呢就是不放弃。所以后来他就是有一次告诉我说：“妈妈，为什么我的好朋友礼拜六都可以去哪里哪里玩？为什么我就是要来学中文？”然后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很羡慕别人是吧？你要不要去问人家说要不要收留你？我说如果他们愿意收留你，妈妈那么爱你，妈妈愿意牺牲，妈妈把你送给他们。”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这段 in English 哈，我说 as long as you live under my roof, you have no choice. You have to learn Chinese. End of discussion. 然后他就认命了。那我会这么坚持，其实其来有志，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好同事，那个同事呢，其实是一个 ABC 来的。有一次刚好就是这个同事看到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用很流利的中文沟通，然后之后呢，他就跑来告诉我说：“
很羡慕，很羡慕我们可以用流利的中文沟通。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说他其实小学的时候也是有去上中文学校的，然后中文学校大概上到小学三年级，他就一直跟他妈吵着说我不要学中文了。结果他妈妈呢也就不坚持了，好吧，那就别学吧，就放弃了。然后他告诉我的时候，他是在怪他妈没有继续逼他学这样子。那时候我听到，其实我内心就是外在是很神色自若，可是我其实内心是啊，什么鬼？你已经三十几岁的人了，你中文学不好，你大把机会可以去学，你到现在还在怪你爸妈吗？那当然，这个就是坚定了我绝对绝对要让我的孩子就是学中文。所以在这条路上，当然呢，我也要跟你们就是在座的毕业生说，其实你们以后一定会遇到就是这样的情况。那我希望你们要是遇到有同样 ABC 的朋友，告诉你们说啊，好羡慕你们哦，你们的中文说得真好。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告诉他说，要怪自己当时年纪小，不要怪父母就是放弃早。或者呢，你们可以很骄傲的跟他们说，我中文说得这么好，因为是我父母逼出来的，要记住哦，帮忙帮忙。好，那我说到这么多呢，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呢，在座的毕业生就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就好比爬山一样，你们爬了一个山头，你们稍事休整之后，你们要朝着下一个山头继续努力前进。那我希望呢，在学习中文的这条路上呢，你们也是要继续努力，继续坚持，永不放弃，好吗？然后再来，我想要就是借此机会代表所有的家长们、同学们，像我们就是 Fremont 中文学校的老师们，好好辛苦的师长们、校长们，好，干事们，所有的就是在这里帮忙的家长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中文就是教育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这边就是学习。那在这边深深的献上我深深的感谢，谢谢你们，爱你们哦，有你们真好。那最后呢，我在这边就是要感谢所有在座的来宾，然后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401班带来的表演，曲目是《今年夏天》。
在我们要请所有毕业生同学上台发表毕业感言。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思琪，我今天想分享一下我的中文学习经验。所以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学中文，到今年我就是 AP 中文的高手了。所以我真幸福有这个经验，能够学这个机会能够学中文。我真感谢我的老师们，我的父母亲和跟我长大的同学跟我一起撑下去。所以我现在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继续努力，继续读书，继续追逐你的梦想，你就能当一个中文高手，像我自己。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501班的朱寒峰。那我学了中文12年，我学了很中文就水平增加了很多，所以现在我能回台湾就可以看得懂菜单。谢谢。大家好，我是501班的李锦花。我要感谢一切所有的中文老师，还有今年的老师阿波老师。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跟同学们。恭喜毕业快乐，谢谢。大家好，我是501班的洪维婷。我想感谢我父母、姐姐和所有教我的老师们。然后我要用一些英文跟明年的 AP 学生说 ，Good luck, please don't procrastinate on homework。所以谢谢。大家好，我是501班的李逸璇。那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还有我自己讲一段话。那我希望未来的我回来回首时，看到的是我青春无畏的精神和作为。我认为生命的精彩无法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那我会用我青春之笔，将最美的旅程写在我的心间。我将以枫叶作笺，将初世的芬芳铭记在心。大家好，我是501班的严晨汉。我上台什么话都没准备，但是呢，我就想说，真的感谢我爸爸妈妈，每天礼拜六早上都会载我到中文学校来学中文。然后我刚刚，我妈妈刚上台说的那个故事是真的。还有呢，也就是要感谢老师，每一年的我老师都会教我很多中文的文化、历史这些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明年的学生要上 AP 课，或有学生要考虑要上 AP 课，我要说的话就是，那个 AP 课真是太简单了。大家好，我是451班的学新。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同学，然后感谢我们451班的林老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张子怡，401班。我先要感谢林老师，我想感谢我的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和我的姐姐。我在中文学校学了12年了，学了很多，也学得很快乐，谢谢。赵陈彩玲，谢谢林老师和同学帮我学中文。我在家里没有讲中文很多，可是老师很耐心帮我改句子，
我也很感谢我的妈妈和爸爸跟哥哥，我中文进步了很多，谢谢。大家好，我是301班的麦俊龙，我今天想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老师和301班的学生，大家谢谢。现在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请校长颁发毕业证书给我们的毕业生。第一位，陈思琪，501班。501班，朱恒峰。洪维婷，501班李逸轩，501班严成汉同学。班徐月欣，401班张思怡，301班陈彩玲。301班麦俊龙，接下来我们请来宾华侨文教中心陈怡轩副主任上台帮我们颁发第一位特别奖，洪维婷同学。王婉君会长上台帮我们颁发第二位特别奖，给401班的张思怡同学。接下来我们请前校长陈炳明校长上台帮我们颁发第三位特别奖，陈彩玲同学。我补充一下，这三位学生是在我们学校连续念了12年或10年，非常不容易。现在我们邀请四位学分班老师上台。毕业生献花。
老师，请等一下，我们现在请所有来宾上台拍照。我们要合照了，来宾、校长们还有副主任来合照，这一个荣耀的时刻。跟刚刚一样，可能对。毕业生，你们是主角，你们到最前面。不过你们就是可能蹲着。来，毕业生到前面，可能你们要蹲下来，然后面对我，是吧？环风，前面，这边可以，再给这边立蛋糕。我大家可以比个爱心。我们再照一次，小朋友躲到后面去，来，来，你到前面，可以站在两旁。好，谢谢大家。然后，李晨，小朋友们请留步。我们的可爱的小朋友，我们有孤立贝给你们，你们到台上来领取。我们先按照班次，先毕业班六位小朋友。现场的家长，你们要跟小朋友合照都可以合照。我们十分钟之后，现场所有的装饰品会拆掉。对，那我们今天的毕业典礼已经顺利完成了，谢谢你们的光临。如果家人有准备花的都可以上台来，对，没有关系，我们目前台上还不会拆，所以给你们十分钟可以拍照。然后在校生跟学分班老师，你们有goodie bag，等一下记得领取。然后所有毕业生也有，对，里面有年刊，你们的年刊。天气很棒。